六月进入尾声，各级学校也来举办着毕业典礼。代理市长李明建来到昆山国小，亲自为七个区的国中小，也佮补校的市长奖同学来颁奖。其中有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吴金红，更是突破着语言障碍，努力学习，对着补校来毕业。六月进入毕业季，真侪学校拢接续举办毕业典礼。24个代理市长林梦燕也来到昆山国小，亲自为来自市区的高中小甲补校超过900名得到市长奖的同学颁奖，场面相当热烈。代理市长除了表达恭喜以外，也勉励大家爱有胜不骄、败不馁的心态，继续努力学习落去。因为到了高中的时候，是来自各地优秀的同学聚集在一起。所以我想人的一生中这个阶段的胜利，这个阶段的成功，不保证下个阶段完全的顺利，完全的没有困难跟挑战。所以我们要养成胜不骄败不馁，不因为相关的这个不同的一个体验，不同的挫败，那么而产生对自信心的打击，或者是产生这个沮丧，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。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要养成胜不骄败不馁，因为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你们会面临更多的挑战。你伫着种个同学当中，有一位相当特别，是来自越南的阮金凤，突破语言的障碍，终身要为补校当中毕业。明仔也表示，佫会继续升学落去。今仔特别感谢伫背后支持伊的厝内人。我非常谢谢我先生支持我学习。非常永康国小给我学习的机会，非常感谢校长主任都会鼓励我们学习中文，其实不好学，但是我先生都会鼓励我学习。师傅为了要鼓励学生的往发展，跳脱重视学科成绩观念，所以特别规划出七种无同的市场奖，只要伫各领域有优良表现的学生，都有机会得奖。得奖唔那是对着家己努力成果的肯定，更是代表着已经准备过迈向后一个学习阶段。记者郭佳明因空库采访报道。